姓名：楚小强。职业：出租车司机。你失忆了吗？撞你的司机是罗素集团的职业杀手。这个犯罪集团的主要活动是军火、贩毒、人口买卖。他在隐瞒什么？有的瞬间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失忆。到底是谁？他们接近你不是为了得到你记忆里的秘密，想要搞事情。They cannot get what the Xiao Chang Zhu had within 1 month. They will all have to die. 一线再照计划进行。别玩火啊，警察一定要监视你。你现在有一个恢复记忆的机会。对方比我们快了一步。隐瞒的结果。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只要让西德上战场去。你就还有活的希望，只有死人不会出卖你，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性命。真是也该到了收官的时候了。你不该回来的，这个世界离你太远了。